18世纪，我们了解，美洲都已经有北美的英国的殖民地，中南美洲有西班牙的殖民地，这又出现一个大的动力，美洲出现了白银，西班牙一带的白银，可以在中国作为货币来付价，比运去金子，比运去铜都算不算？白银从矿里出来，所以怎么样经过美洲卸了商货，取了钱，到西班牙去的领地墨西哥去买刚刚矿里出来的白银，或者买西班牙的银钱，那银钱带了，再到太平洋这边下岸，下了岸另外在当地的船商去买船或者雇船。运美国的商货到中国，运到中国，中国卖，啊，来回买卖，这个就变成三角贸易。美国运过来了，就变成是以白银加一路在太平洋岛屿买的香药，甚至到了后来买的鸦片，运到中国市场出售，然后呢，换了中国的丝绸、瓷器，甚至于到了后来。南京织的布运到美国大销，你们各位今天穿的牛仔裤，那个材料就金，那金啊就是中国的南京布的金，中国的瓷器、中国的陶器、铜器、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器用商品、雕刻、绘画，什么都有。因为这是中国，它就开始，它订货运到欧洲的，运到美洲的。美洲市场、欧洲上需要的什么样的花纹，它不用去到中国的烧窑的窑地去定这笔花纹，它在广州烧到瓷胚上面去，它就订货就订的是瓷胚，瓷胚运到广州，运到澳门，在那里加上花纹，上了船，运到美国，运到欧洲。那这种做法就变成今天区间贸易基本上的形态。等到经济活动到了个地步，手工生产不够用了，机器生产，用煤烧蒸汽机，蒸汽机发动机器，机器变动力之后，机器织布，机器织羊毛，然后机器挖矿，机器打铁，机器做的，这是工业革命。在工业革命以后，这个市场。换过来了，欧洲跟美洲的工业制品变成全世界的商品的来源。就当年那种商业活动里面需要的机构就转了方向了，这个就不是到东方去采货，而到东方去卖货。中国、日本那就最大的市场，可这时候它不必一定要靠。西班牙的银元了，墨西哥的银元了，他给欧洲的商品运到中国来卖，欧洲反而可以织很好的布运到中国来买，机器织的比中国紧，比中国厚，欧洲做的铁器比中国好，机器做的，甚至欧洲烧的瓷器，德国瓷器、英国瓷器可以卖到日本，中国不太买，可以卖到印度，可以卖到马来西亚，到今天。英国的铜钱呢，就像象牙一样的钱呢，还是欧洲瓷器的上品，比中国商品的价钱还更高，所以这种状态就是整个市场倒过来了。工业革命以后，欧美机器制造商品来换取东方的钱财，中国倒过来走了，中国要拿已经从这个。美洲贸易换了许多白银，开始要付出去，要往外付，支付给他们。现在更加上，欧洲人在中国买卖上面发现吃亏，当年没有可以少付中国的，他发现鸦片，印度人拿它当麻醉剂用，哎，他说我们那中国人拿当麻醉剂用怎么样？就用力推广以后啊，先引诱人来吸。上了瘾就变他的推销员，中国终于在
19世纪开始变成鸦片的遍地，鸦片卖到中国，再叫机器商品，这两个一来，全市的 balance 倒过来了。从历史上1000多年，东方生产者、西方消费者的区别倒过来，比如西方生产者、东方消费者，帝国主义就开始争夺原料，也争夺市场。中国这市场最大的，印度也不小，印度没中国那么富。日本市场不错，看比中国小很多。东南亚市场拼起来也不小，所以争夺市场、争夺原料、争夺殖民地、争夺停靠的中建港，新加坡从没有东西变成重要的港口。马六甲本来就是印度洋的重要的转口，变成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口。中国就租澳门，后来鸦片战争就租香港，日本呢就租长崎，西班牙占领吕宋，荷兰人呢就占领印尼的邦达，英国人整体拿印度端过来变成自己领土，也占领好望角，做这个转口港，所以这个远道买卖的利润养活了欧洲，让欧洲抬捧到世界的强权。这世界强权因为商业活动的需要，就开始又有本钱，又有能力，又有机器制造，生产了很好的轮船，生产很好的枪炮，欧洲就变成世界的主人，世界霸主。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世界霸主，从西班牙转到荷兰，转到英国，然后后来转到美国。英国转到美国是2次世界大战造成的。欧洲大家都打疲了，美洲没有打仗，所以美洲的后期参加捡了个便宜。但呢，他帮的是欧洲的他的同盟国，所以他呢变成世界的盟主。一到二战以后，中国长期削弱，被洋人卡着脖子，5个口岸都被卡着脖子，税收卡着脖子，货币又卡着脖子，又要用英国的货币做全球性的准则。这些现象呢，使中国的贸易根本就站不好，站不直。政治力量跟军事力量介入了外贸，这个是不应该的。那么到二战以后，才慢慢好起来。那二战以后，世界性的经济秩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就是英国的霸主霸主了200-300年，英国在二战里面吃了大亏，等于是一垮再也扶不起来。美国接手，从大西洋转变到美洲新大陆，美国占有石油、黄金两种优势，因为美国的货币。靠了这种呢，食物跟贵金属 backup 啊，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，一直到全球性的贸易量大到了一个数不制，它不能再靠这种的东西来做后盾，它干脆就是货币自己本身在市场上的价格的平衡，所以一篮子的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准则，让美国一枝独秀。他的货币强势货币，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永远比别人强。他占有的优势太多以后，他干脆废除这货币的准备金，就纯粹美金的信用。这就是你开的赌场，进来的都拿你发出去的筹码来赌一样，你白赚，白赚的筹码钱，这个现象也不好。